视频的交友已经超过300位美女，只因听最近，记得你来教我。多塔水晶台，大家好，我是蜜娜，你的小米。哎，现在又见面了。那这期的话依然是场 RIP 解说啊，各位想看第一视角的同学们可能要等一下啊。最近也是为大家的第一视角啊，还有这个为了这个 VR 直播，也是这电脑实在是寿命太老，已经是4年半还有多，现在这风扇滋哇乱叫啊，终于是下定决心换了台电脑。但是现在有一些问题啊，这个不知道为啥这个录制的声音特别小，所以说纠结了2天未果啊，然后只能说再买一个新的耳麦试一试，不行就要去换啊，所以说现在也是暂且再拿这个旧电脑再录一场 RIP 啊，既然也是非常不错，也是小米精心挑选出来的一场不错 RIP。 好，那是先等两边选完人。哎，这个这场的话可以说是群英荟萃，看到1楼到10楼啊，3楼精灵蛋蛋也是档，4楼的话这个是拉娜雅，也是之前在 VS 一房非这个 TA 非常出名的一位选手，他最近也是一直在做贴吧直播啊，这样的话也是有很多好 RIP 啊，果断是被小米要过来了啊。天单的话，这边9楼的话，范迪塞尔是 PIS 大神，10楼的话也是现在天梯排名第一的同学，所以说这场较量非常的较劲啊。那也是在上半年呢，小米的11平台的高校派对啊，在科大举行。那下半年呢，11平台也是决定继续来这样的活动，大家是非常喜欢的啊。这要是哪位这个学校想办这样的活动的话，赶紧要去报名去申请了。如果是在北京的话，到时候小米一定会去掺和一手的啊，一定会去看一看。那这边本来嘛，这科大附近啊，这海淀区的大学很多，大家也一定要赶紧抓紧了，这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哦。还有很多的外设啊，鼠标、耳机、这个键盘之类的赠送，非常好。哎，先看一下两边的阵容啊，都刚刚选完了。这边这方拉娜雅的 SA 隐次，这边金丹丹的神牛，中路的话秀龙腾的女王，然后天丹这边天梯第一啊，这个风行者，上路这边是主机打可莱伊的 SK， 这边是什么什么字母的 LA， 这边哎呀呀嘿的海明，然后 Peace 的迪法师，这边蛛丝马迹的先知，然后还有一个这边 N 次三把小白，这边加速服直冲中路，这边没有什么感觉过来。哎，现在毒标你没有逼，那你有点悲剧啊，射一箭再过来，哎，在 A 下这个直接是让风行拿下了 first blood， 这边女王是千算万算能传到这边小白，还有加速服果断是连 B 都没有升，这样就小薇这边加速服啊，到时间了，又想来中路干什么呢？感觉这样的话机会不是很大，其实女王也是二级了，而且兵线不太好。过来，哎，这边是不是过于凶残了？好像，那可能这边 SK 过来应该是帮忙控下服。上路这边迪法决定拿一罐子去换你的这个所有的蓝，这还是比较明智的。像面对对面现在比较烦的话，迪法一定要去，哪怕你飞一罐子，一定要把对面的蓝耗尽。哎，这边有机会绕，这罐子被打出来，再往右边跑一个 EA， 这边是迪法的人头。这一次支援的话也是上路也是现在比较顺。本来有优势路，优势拿了人头，这边 SK 不仅没有控到服，连精灵都没有了，这边果断是下服。上路四个近战打得火热，我们小白被插起啊，上套子
这网出，但是好像感觉机会不大吧，这不先去这传过来。S 掉了，没有过来。这个 LA 这600多的血，这五点基础护甲，这不是白搭的，还是非常肉的。感觉刚才要是去拉 SK 的话，应该更有机会的。毕竟比 LA 去不上。一个中路，点的非常狠。重新更换校服，再是都看到对面的补刀，这边风景水瓶子还有鞋，那女王这边被压的是非常厉害，这居然是生吃了一剑，这是太让人意外了，居然这个没有看清楚这边女王是这边风车剑，直接是被剑穿死。这个分类是五级嘛，三级的应该是三级的穿剑，非常疼的。现在女王是非常不顺啊，风行这边是开始两个牛，还有其他瓶子。这边女王的话，现在连瓶子都没有，这果断是裸奔状。这边加速直接去上路这边 LA。LA 蓝不多，哎，没有绑住，射一箭，怎么先支传过来，跟上点，这边应该死掉了，再点一下，哎，这边迪瓦试一下，哦，让人头吗？其实小鸡也是要死啊，这小鸡果断没有跑得不快，两门都有鞋子，这边的话，现在这一方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这下是非常不顺，还送天台方一人150。啊，这估计这机里是不是还有女王的瓶子啊？现在人头数是一个，4:0，现在天台方是完全领先，等级方面是基本上算领先，就小歪等级比较低一些，小歪在游走。这人避过来，哎，能不能拉住？看看师姐。有稍微慢了一点，这要有鞋子的话应该是可以拉住了。这边牛过来一个 F 反身颠一下 E 一下的 ASK 一插，这边把风带走，这边哎，这小歪也烧死，这一趟是非常的赚。那方两人想干个女王，结果是被支援来的人直接帮他买活，但是这边你一个人好像有点势单力薄呀，这边买活应该是白搭了。哎，封住，哎，这封的死死的，在这边 E 一下，这但是 SK 被塔砸，哎，一个穿死 ，nice 就拼死，自己虽然还是死掉，这毕竟被封住，但还是把 SK 带走，还是不亏了。这也是非常快的一个反应，看到这边 SK 被塔砸，立刻是不挣扎了。小时候一个及时性的反应跟应对，就会体现出一个中低端玩家跟高端玩家的区别，这样差的非常多的。这边小蛙也是补个鞋子，然后在中路补等级，稍微把龙威过来，海明这边哎直接开始滚，以法师避过来，但是出来一个 SK， 这边先圈一下。看血量有点少，这边应该死不掉。哎，这边有女王，有这哎哎还在晃，你还在晃，慢了吧，直接被带刀直接甩死。小这边 SK 追死了海绵，先机的话好像杀不掉了。哎，女王避过来，一个 F 补个 D， 然后直接 S。女王这血量还有瓶子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样的话直接是一次 double kill， 把前期的不顺都算是打了回来，等级下次到了7级，跟风神一样了。现在这个女王跟风神的数据是一样了。这边女王感叹我的春天来得如此突然，因为哎，这个判断会有点失误。我挡了起来，偶遇一个 SK 直接网住，
梁柱，指尖上。Lana SA 在下路发育，现在是假腿魔棒、穷鬼盾还有毒球，非常顺的。现在在之前四比零之后，现在是蓝色一方又是扳到了平手，6-6。倒是个 SK 非常不错，参与度到了100%，非常不错。这边天地第一同学的风云打还是非常凶的。这完全就是霸气外露，不是外露就是侧露，反正都是露了。哎，一个 F 开 W 插起女王过来，这边 TP 大刀收脚不客气，这边敌法是 TP 过来，这下就哎，但是你好像你控制不太够，这边牵制成过来，被塔砸滚过牛，这是要死，但你分给有点重。这个嘴要用残 ，SA 这边过来，哎 ，SK 跳这插大，这边塔你也是要死，但是后面就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。只有打时间是比较久，很纠结，最终这边还是金卫这一波打赚了。这边大概近卫方的神马都要开始拿刀斧，先知现在是出了骨灰盒，还有手套，应该是想出点心手。S A 这边是补出来了大魔棒，还有骨灰盒，这属于一个打架装。现在 L A 是在单机打钱。反正现在我都是有一个核心，就都属于一个小规模 gank， 或者是两边其他四个人在中路开始打团，然后看情况，也许 C 会 TP 支援，也是要看比较好的个收割场，否则的话只会耽误去打钱而已。现在估计也是看这个隐私比较猥琐，也是一直没有关照，一直是在中路纠结。也是两边都现在没有推掉，还是比较慢的节奏。哎，绑但是没有绑住，那这波还得吃不成了。下路是这边牛把塔补掉，哎，小白死掉，先去传过来，避过来，埋杀，真的没什么办法了。这边还会加速过来，又回不去。这边。哎，这隐刺还没出来就差点死，因为再差一下 SK 死掉，这边被勾住，下面也是，哎，风行这边是被风行给买活，两边现在还要打，这边 TP 过来，好像牛没有绑住，这边迪法师是被 F 一下，风行这边被封住，迪法师避过来消隐刺。绑住，这边女王避过来，想杀先知，血还差一点，一个 D 带走。女王那边也是要死，这边付出代价。隐刺这边差一滴血，还是跑掉。这边绑住了 SK， 弄起来，一个 F 封一下，网住。这边海明血量也不太多，还是一个叉，但是这边隐刺把这边的海明带走，一把 HP 这个 B 啊去追这个 SK， 血量自己也不太多。这边风行这边还是三王归塔。绑了一下，女王这边买活，女王过来，女王也过来，这波一个 F， 这边敌法师避了出去，女王避过来一个 D 就要死了，
哎，魔棒磕一下，再往前追，这边隐私要追，再只要一个币，只要一个币，哎，不追了，看见血量好像有点危险，还是死掉。这边上面，小白这边绕石条视野，这一丁点血 ，SK 这是要先死吗？哎 ，SK 是被风神币穿死，但是这边是女王带走了，但是风神币女王还都死掉，打得非常的纠结。这次是这边一次双杀，还从后而退。皮卡是追过来 A 两下，但是没有扣死的话是没什么办法。刚打的是非常的激烈，非常精彩，上面是各种互换，这边 SK 跟小 Y 互换，这边女王要跟风神互换，两边都是辅助换辅助，这边主力换主力啊，十分的纠结。现在但是这边进一方的人头数是一个17-12，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状。真是买活打作战，十分的激情啊，激情无价呀。这边 PIS 的理发师是补刀斧、大魔棒、重回盾，还要呼唤，也是处于打架中。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局势，这样一个水平的一个局势的话，你出纯 Z 装的话没有什么意义，而且这样会拖累队友，非常的劣势。这边中路，风行这边 W 女王这是要死，危险！中大招，哎，还是避得出去。这边以姿势被带走。这边 SK 插过来，摇大。小白这边扬一下，魔棒吃一下，放大招待还是被女王一个 F 带走。这边避过来，杀这个女王，直接一大甩死，甩脸上啊！这边牛有危险，还要扶你的死。这个直接金牌棒把这尸体打了回来，17。理发师的双杀。SK 是 TP 下路收钱，中塔的话有点危险。等级方面的话，这边天台方也是两个主力都是11级，金牌方一样。啊，这等级只有这边海尼是低力级，其他等级都是几乎是位置跟等级都是差不多的，真的非常的激烈。Our allies town needs help。这边 LA 也是终究是补了一个补刀斧，这果断是被圈只，是被圈只，被圈只圈的没皮下啊，不是被先知圈的没皮下，绕口令吗？这是先知终究还是出了个连击手。像两边阵容来说的话，很难说。最近小米也是玩了一款游戏，叫金飞铁马，在平台主推的。感觉上呢，就是它非常的适合带妹子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很好上手，直接出门带其带恢复品，看中路派干架，非常的轻松加简单，非常快乐。啊，直接中路各种10v10，还是非常 happy 的。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带妹子去玩，并且一定要体现出自己大义凛然的精神去保护妹子，这样没准能够抱得美人归于手柄的。而且里边的模型都非常好看，像是小乔啊、貂蝉，妹子们一定会很喜欢玩的哟。这边小 Y 这边是要绑住这边的 SA 跟 QP， 但是没有什么 DPS 在。小那边想追这个 SK， 被 SK 撑绕出去，反而是被自己的这个阻断。这边 B 下开始消，绑住了这边的 SK LA， 又是 B 过来 ，SK 摇大摇出来，自己这边蛮杀很危险，上骨灰盒应该没什么事情了。B 过来再消一下，一直被敌法追过来 ，SK 一个叉，这边魔棒吃下没有死掉，这边敌法是很危险 ，B 过来。这边隐私你是不敢上了，好像找错方向了。这边小歪的话是跟风神 TP 过来，差两个人过来挨两下。这边小歪是死掉，风神这边血量也有点残，开大招的保路，
起来是等着呢。或者是往里面躲，结果好像被发现了呀，亲。哎，这边是耍了女王的大招，直接是把 SA 摔死，这边 LA 死掉，这叫一个疼。刚才看了眼，这边女王蓝也是空蓝，800的蓝的伤害，非常高的。我先追过来，不过也没什么办法。女王也是死掉，跟 SA 死掉。这果然是阴险啊！提法是现在到了14级，等级现在遥遥领先状。刚才是说到这边两个阵容的话，天南方，你看剑妹这边是其实是比较靠谱，双团控，加上这个 DPS 还有奶妈什么的。然后这边单方的话也很套路，这边先知配风行啦，先知配敌法啦，小歪配风行配先知啦，这属于速推，后期也是非常可以。哎，滚过来绑住，这车站盘不行，不要挣扎，自己插过来要满杀，但是被有针眼瞄住，这你不是自寻死路，就危险。你又跳刀也是遥遥无期啊，这一下还死掉，这边女王只能够选择撤，而地下室这边追了过来，再逼走，再追上去，这边战鼓屌丝跑得飞快，再逼走，我再追过来，这还追，跑哪里跑，你这个妖怪，看为师擒了你。哇，这样就被逮住了，这果断孙悟空是把白骨精制服，这人物一个双倍符，这边双倍的风行差一下砍了视野，一个 S 加一个 E 反杀。哎，这边先知追了过来，再卡视野照一下，大招甩一下，哎，再 E 一下，还没有死，套套子，这边活下来一个叉子。哎呀，这一个神秘发旋，实在是经典。这边居然还没死，刚才是几次差了一下，居然是没死掉。这各种闪，这树林绕的。非常的娴熟啊，一看这个钢管舞就没有少跳。现在都出到了一个26-21，21分钟能到一个47总数，非常的激烈。这边 SA。21分钟30已经是有了，新鲜出炉还没有使用过哟，看看拿谁的菊花来开荤呢，好邪恶哟。杨柱来了，亚巴顿这边看人家有回光返照啊，亲直接打满了呀，亲小白跟这边海绵都笑死，我们这边可瓶子全部转了过来，这边必走，这没什么问题。这一个 LV 引发的血案，打一个老不死的实在有点想不开呀。这边下路迪卡是追着这边的 LV， 这边迪卡是单刀战鼓，走一个速度流。这边下路跟了过来。绑一下 OA SK 插一下，能不能跑掉？埋杀这边跳个套子，女王后面接了过来，这边打闪出这边 LA， 但是地法是也危险。这果断是第一个，这个赛事是拿地法的菊花开荤了。这边哎呦，过来再一个 B 带走，这下应该也没有想到，居然是有了赛事。这边提前买过过来，但是女王已经是 TP 走了，这波应该是打不起来了。今天这边还是人多势众的。
这果断 PIS 是非常嘲讽啊，这直接是看到 PIS 果断不考虑别的了。这边应该是杀不死了，闭过来，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啊亲。应该能闭下去，还好现在还是比较肉的，丈夫的血量撑的不是一星半点。但是牛锅怎么是把风行杀了？刚才那一会儿应该是中的把风单杀，应该是跳到了处女秀啊，这也没有料到居然这么的阴险。哦，哎，纳尼？也不知道 PIS 怎么死，好像是追上高地了吧？刚才瞥了一眼，居然还真追上去了，何必呢？这边先知是想出紫苑的，说海明还是比较穷。哦呦哦呦，风行这边是个隐身符，你们有点意外吧？这边哎 TP 直接把雾断开，这边丧尸直接几下就 S。你要跳走，你要应该可以逼走了，逼上去，这样子应该就上了。啊，那个中塔到现在还没有掉。闪失直接又是 S， 我简直是被老牛一 F 阻断，真是不客气。现在呢，这边是十杀二死八助攻，什么十杀七死十一助攻，风行六不是敌法九杀四死七六助攻。感受我的愤怒吧，少年！哦，居然 A 不过这个 LA。这边女王大招，结果还弄条克克魔棒活下来。真是奇迹！而且，哎呀，这一个跳杀，实在精彩。这边是要反杀吗？反杀这边有点危险，他还跑出去，马上下沙子，买了一口。这边 SK 也是各种手秀拿底把秀啊。克林斯掉，这现在天方局势非常不爽啊。这边哎，跳大，但你好像有点危险啊。哦，被海明大刀带走了，这边两边还是收割掉的。SK， 你总算是没有枉死呀，给你报仇了。现在在帮的话是各种蹦，各种蹦打，有的 SK 蹦打，牛蹦打，女王蹦打，这个隐私也是可以蹦打，现在方是明显蹦不过呀。哦，这边是个宝石，宝石怎么不带呢？现在这边风行开始这么胜局，到现在还弄出来这个梅肯。就比较伤，这边是又要被单杀的节奏了，开个雾，然后哎，这个哎呀，真是疼，这简直是没脾气啊！
现在天台方的团队装备是比较少，没有 Mega 没有笛子，战鼓还是低法出的，这样就不太好。好歹这还有 LOE 这样一只奶妈，圈住，抬个手往前走，这边剑姬不对，直接撤。这边 SK 的加速符还有雾。哟，这边有个敌法，看能不能杀死。这边 SK 避过来，避走，往里避。大招甩一下，跟过来，插进来。这边哎，跳出来 ，SA 这边又是一个物减速的杀死掉了。这边已经是个变态杀戮。感觉刚刚局势不妙，前期优势都是荡然无存。这两天看一个笑话，说有一个屌丝男啊，日日向这个老天祈祷。神呐、啊，送我一个美女吧！神啊，赐我一个妹子吧！这样日日祈祷夜祈祷，终于感动了上天，好像送他一个美女，一个天使下凡。结果那个天使脸先着地了，这叫一个悲剧啊！哦，这边。躲了一下，但是没死，小娃直接被带走。老大风行是死掉 ，God Luck 海明是放掉了，就直接个女王。我绕圈圈吧，绕圈圈。咦，看情况不对，还是哦，这边女王跟 S 申请。那你们俩追毛啊？这不是误导我吗？看你俩各种绕，是吧？那还是被 SA 拿掉。现在自营位这边人头43-24，是在中心领先大半。这边五次也是。马上就要超神了，看看这边的圣诞到这个瑞普是快结束了，那么最后这一段战役呢，也是让我们听歌来欣赏吧。谢谢大家看这部视频，我是小米，那么大家视频再见啦。Give me one more.